可怜呐！先生说什么可怜？本是一桩传世好情，偏偏落在你手里，着实可怜。心不在焉，怎么谈得好情？过来吃一盏茶，用些点心。 陶片糕，御膳房送来的，不喜欢吗？我其实不爱吃甜腻的。宝英家的厨子是余杭人，在京中也是出了名的，他们家的陶片糕都太过甜腻。这御膳房的手艺想来也差不多，反正都不如当年你的。 你倒是都还记得。抓兔子回来的是你，现在舍不得吃的也是你。我都说了，我可以再去打个别的回来。你能确定你打别的回来？ 就舍得吃吗？上个京寒的遇到山匪，这都什么命啊！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一起跑。跟大家跑散了不说，还跑进这荒山里，现在迷了路，出也出不去，又没吃的，又没喝的。吃吧。 吃这个吧。